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飞彩幽灵，今天给大家带来锦衣直虎的神格化技能。首先咱们把神格化的状态打开，然后接着释放咱们神格化状态下的固有神术技能，非常好看。好，咱们再放一遍，OK，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边结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